各位兄弟，咱三同来祈祷。亲爱主，我很感谢你，通伫经过一礼拜，有上帝你的保守，我通阁继续来到主你的圣殿敬拜你。也感谢上帝你对我每一个家庭的保守，有哀伤，有流目屎，有丧失亲人的，上帝你有怜悯，擦消目屎。并用你永远的话的恩望，放在因的心中。有点在白天中，在挣扎的时，上帝，你的恩望，你的光，降三角地带。也够你有另外一样，在羊条外，也愿上帝你的神，加好因的大关灵，因带因会当回家，等到上帝你的家。祝我三同厝之万欢喜，要敬拜你，因为我知伫遮，我要通领受上帝你的恩惠。伫遮，我搁一遍会当拜得我的祈祷，愿上帝你的神即时运行点伫我的内面，互我的心安静，互我的灵被翻，也互我伫个遮，独独就是要甲你亲近，因为你久久听候我，要使我伫我的中间。愿我今日的敬拜，我坐落伫你的面前，会真惊你。甲你三同做伙，因为你甲阮同在，你甲阮同行，阮将下面的时间仰望，求主降临，阮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闭上心，做伙敬拜。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无快受气，阁有丰盛的慈爱。咱若认咱的罪，伊是真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咱拢总的不义。兄弟姊妹，咱即时同心吟诗俄罗上帝，新圣诗第十八首，我心俄罗上帝，请咱起立吟全首。我心俄罗上帝，主怜悯我的边，天地万物三界影响，俄罗伊大尊名，求我灿烂水山，
从大海观赏，一心观大观灵岩更近海空地桥城，我心摩罗兄弟谁敢见浪一杯，空中飞鸟吟起出声，哦罗伊达春明，铁骑草花气息，盼回归几更西，一更就来凉风吹来，共起大平安，我心摩罗兄弟，天下本对之间，世间派大将士雄心，共济混当迭行，先公临高地丘，那尊地体犀牛，地也高为好最起给严更贵的兄弟。咱这是要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的告别来告别咱的信仰，咱同心来告别。我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民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定是一个死，故啊，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予咱甲上帝国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赏赐快乐，予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国来。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最好解的使者是普世的，搁定根伫本地，认同所有的主民，通过疼甲受苦来成做盼望的记号。阮信人对上帝恩典来悔改，做伫下面用虔诚、忍耐甲献身的生活。归因跟上帝，阮信上帝予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负责任甲伊三甲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制度，要文艺、科学，佮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做五阴遮的运势，破坏人万米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就挖苦耶稣基督的救恩，以便让人对罪恶中得到逃亡，好受压制的得到自由平等，在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让世界成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和欢喜。阿们。咱同心来祈祷。万观念的阿爸爸上帝，你是创造统治万行有的主宰，你的疼无穷无尽，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阮的心神要永远俄罗斯，阮众人要奉你的名，举起阮的手，大声来俄罗斯。今早起，阮要伫你的面前，伫你的殿宴，改选新的终极。来有份伫你的圣工，同心服侍你，归因归伫你。愿恳求主拣选好调阮中间，
你会同工同心来着我。我恳求你陪伴我的心，让我所做的、所选的，会当荣光伫你。特别上帝，我也求你怜悯台湾的众百姓。我恳求你拯救我台湾的灵魂，让我免至到的死亡。拯救我脱离罪的陷阱。特别上帝，我过去这段日子，发觉在我的日常生活中间，我的食物有问题，我的淀粉有问题，我的饮料有问题，现在连我所吃的油也有问题。特别上帝，我求你无将我甲索多玛、甲哥摩拉来相比拼。阮个国家，毋若是政府官员受批判，伫真济事个顶面，伫真济面、真济代志个顶面，阮看见有不公不义个事。阮个生意人，一个人爱赚乌心钱来满足家己的需要，需要。我发现人的心灵离开主的真多，真远真远。我恳求你拯救施恩在台湾这个土地顶面，让我免至到灭亡。特别上帝，我恳求你帮助我，赏赐我火热的心，甲你相同行，让我日日行在你的正道的顶面，无摇错。特别上帝，我也爱为我过去在你面前所受的恩典来感谢你。我为宣道年会会当顺利进行，让我甲青田社区的商家有真好的合作的机会，让我阮甲阮的厝边建立好厝边的机会。我为这款的稳定来感谢你，恳求你赐我智慧，伫未来日子会晓运用上帝的听稳定来利益伫社区的事工顶面。特别上帝，我也恳求你保守伫阮中间，有兄弟姊妹伫过去的一礼拜，因面对亲人受调到伫你遐，我恳求你体贴因心内的艰苦。特别上帝，我恳求你保守为主，予因伫这个时阵深深体会上帝的疼，体会耶稣基督的疼。主啊，我也知，即时还阁有济济兄弟姊妹伫病床，袂当来到伫阮中间，直接甲阮三角敬拜你，恳求施恩的主，存你的圣手医治因，扶持因的家族，让因同心畏畏伫主的面前，我靠主耶稣的疼来行过这个艰苦的时阵。我若恳求你保守早起的敬拜，让我无规日空空，有侪人同心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咱即时要来启用启用文第五十篇。至高上主的神临到我，找我传好消息到予善乡人。宣布受掠的得到逃亡，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锡安悲哀的人，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因受称作公义的手，
我要用信息甲因报上，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咱即时要请儿少乐团带咱来献诗。上因所住的楼顶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甲多马、巴多罗麦甲马太、阿列弗的囝雅各甲西罗底的西门、甲雅各的囝犹大，这些人甲各内的附近人以及耶稣的老母参伊的兄弟，拢同心属专务祈祷。15节。当时当聚集的众人约略120名，彼得伫兄弟中站起来讲：“兄弟啊，圣神借大笔的嘴所参与带人掠耶稣的犹大的，这个圣经应验是应该，因为伊捌甲阮同列，搁伫这个工有分。”18节。但这人用伊行不义所得到的工钱来买房，身躯跌落来，腹肚瘪裂，肠仔拢流出，踮伫耶路撒冷的人拢知，所以照因的腔口叫迄行，迄区行叫做亚吉大马，就是血行。因为诗篇记载讲，予伊的厝趴远，无人伫遐徛，佮讲。以监督的职，予别人担当。21节。所以主耶稣伫咱中间出入的时，对约翰行西里去，到耶稣离开、离别咱受指责的日，所有常常甲阮作伴的人，伫因中间就有一个甲阮相佮做伊国外的干净。23节。对安尼，古两人就是约瑟，叫做巴撒巴，也名犹斯多，佮一个是马提亚，就祈祷讲：主啊，你是捌众人的心的，伫这两人中，指明大罗人是你所选的、所拣的，来有分伫这个工甲使徒的职，就是犹大所离开，要去伊家己的所在的。对安尼，甲因念口。念到马提亚，伊就甲11个使徒同列。圣经读到这，咱将下面的时间交予李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搁一遍来祈祷。
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来感谢你，我们真的要说我们的心要来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你是那一位信实又慈爱怜悯我们到永远的神。主，每逢我们祷告的时候，每逢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的时候，都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神，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是如此的连续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愿神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心是欢喜的，是跳跃的，是渴望来到你的面前的，因为我们要如此的蒙你的连续，要如此的瞻仰你的荣美。我们真的要说，主，我们是你蒙爱的儿女，主，你就是我们的神，主，我们敬拜你，主，我们爱你，主，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也让我们的双眼可以得见主你的荣光。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今天是我们的联合礼拜，那在联合礼拜之后，我们有选举，我们有中级的改算，也是我们基督姑姑那两年一本的中级的改算。选民对我们一般来说，所谓的选民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张选票，透过这张选票，我们称为神圣的一票，信心的一票，借着这一票选出我们所喜爱的，我们认为是好的。对，在地教会里面，我们也有选举。我们认为，透过这一个神圣的一票，可以选出新的长子和同工，成为上帝的仆人。不过，在今天我们的中间，不只是有那个票的人，才好做选民。对在上帝来说，对在教会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选民，是上帝的选民。保罗在哥罗西书这样说，所以你们既然是上帝的选民，你们既然是上帝的选民，你们是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我们有选票的人，我们是选民，那么好选民，那么是选民，要跟为人，我们可能不是有选票，那么不是候选人，不过我们还是选民，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选民。我们透过选票来与神同工，我们透过愿意成为上帝的候选人，我们与神同工，我们透过祷告与神同工。在今天礼拜之后的长子改选，因为我们是上帝的选民，神欢喜我们有这种人的制度，但是在这个制度的过程里，神给我们一个应许，说我们是圣洁蒙爱的人，让我们在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当中，我们学习如何透过我们是上帝的选民，透过人所制定的选举的制度，来参与在上帝拣选他的百姓。下面有一个短短的影片，是我们来看耶稣怎样来选他的第一个团队。这是以后耶稣看见一个名叫马太的收税官在收税。跟我走。耶稣来到山上，在那里他整夜地向上帝祷告。天亮以后，他叫门徒过来，从中选出十二个人做使徒，他们就是
西门，耶稣又称他为彼得。他的兄弟安德烈、雅各、约翰、菲利、巴德罗买、马太、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徒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后来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耶稣呼召伊的十二个门徒，这是伊第一个团队。伊怎样来选伊的团队嘞？路加福音慢慢甲恁讲，迄时耶稣出去，伊上山祈祷，并且是通门祈祷。伊祈祷上帝，一直到天光，伊就叫伊的门徒来，对因的中间选出十二个人，称因做使徒。马可福音慢慢甲咱讲，耶稣上山了，用伊家己的意思叫人来。好，因到底遐，伊底遐有设立十二个人，爱因常常甲家己伫地，并且找因去传道，好因官兵会通赶鬼。耶稣怎样咧选伊个团队？选伊这十二个第一个组织有组织化的这个第一个团队，用着祈祷。伊用祈祷伫遐中间，不过伫遐中间伊有伊个意思。马可因甲咱讲，伊有随家己个意思，伊叫人来。不过，好亲像伊伫克西马尼园一样。讲上帝，我有我的意思，我有我所意爱遮的人，这些门徒，但是有第一个组队，第一个组织真重要，所以一堂名通夜的祷告，主啊，你见，是上帝来见，一堂名祈祷底下祈祷上帝，让上帝来见这十二个人，并且伊讲一个英文是要甲因治地，耶稣选遮的人出来是要甲因治地，并且查看伊。受选这些人是对上帝所拣选的，受选这些人是有上帝要跟他们应允跟他们抵抵受选的这些人，并且有一个是要被呼召被差遣，他们拥有权柄要出去的。耶稣在选这些的门徒，在他第一个组织的里面，他是从祷告开始，他也有他自己的意思，但是上帝的意思是搬过自己的意思，他在那个中间，这是上帝的拣选。有一个英文是上帝的抵抵，上帝拣选了上帝选出来的人，上帝说他要跟他抵抵，而且这个抵抵的人是愿意受差遣，愿意奉差遣出去传道。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中间有记载两项非常重要的事情，也通说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的主题。第一个是说到到耶稣国话上天，在耶稣死后，他活活的显现给他的门徒看，有四十天之久，对他们讲起了上帝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唔通离开耶路撒冷，就伫遐听候父所应允的，就是恁听见我所讲的。约翰用水甲恁洗礼，无外久，恁要受圣神的洗。”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接着说：“你们要等候圣灵。”这是耶稣要升天之前他对门徒的吩咐，要等在耶路撒冷做什么？等候圣灵，等候圣灵。使徒行传还记载第二件事情，除了耶稣的显现、耶稣的升天吩咐门徒要等候圣灵之外，是发生的第二件很重要事情，是补选所谓的第十二个门徒。是什么事？有一座山，当耶稣吩咐他们不要离开的时候，这些的门徒他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
从橄榄山回到了耶路撒冷，这里很清楚记载了有十一个门徒的名字，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分类党徒西门，还有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当耶稣吩咐说不要也离开耶路撒冷，等候圣灵。你听好的时阵要做什么？在等候的时候要做什么？等候圣。如果我们看到第二章是圣灵的降临，是因为现在我们看圣经，我们知道是在第四十天之久，耶稣显现给门徒看。耶稣吩咐了，耶稣升天，四十天之后，耶稣升天以后，一直到圣灵降临是第五十天，也就是说，这当中有十天，有十天的时间。门徒爱在中间听好，这是我们知道十天，可是当时候的门徒并不知道有多少多长的日子。应该知道爱听好，要等候。那在等候的时候要做什么？因做的第一项就是因主祭，因祈祷。如果咱若头前阁想的时阵，这个主祭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原本是四线。当耶稣受了的时阵，因拢四线，不过四十天的时间。耶稣给他们主祭，狠狠给他们看，安慰他们，有个人性的安慰。彼得回去抓鱼，耶稣去给他安慰，让他顶头再来。有群体性的，耶稣狠狠给他们看，也在要上天的时候，狠狠给这些人看，并且跟他们说，就在这听好信心，听好信心之后，跟受差遣出去做工。在这等候的十天的当中，对他们当时候来讲，并不知道只有十天，而是不知道的时候，在等候的时候，他们是用祷告。在那个祈祷的中间，彼得受到感动，他起来讲一项代志。他说什么？他说啊，兄弟，信心借着大卜的嘴，在圣经有预言，说那个抓耶稣的犹大，这个话是通信的，是应验的。就在我们的中间，他原本在速度的中间有这份。彼得站起来讲一件事情，是在他们当中一个很不好的发生的事情，是十二个门徒当中，在这一个组织的里面，这个组织被破坏了，欠一角欠一角，一个人被压缩。原本是一个团队一起服侍的团队，有一个人背叛了。有当时在我们的中间，好像有这种更小的事情，不好的事情，我们不想谈，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可是没有，彼得站起来说，他说明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他说，这个事情是真，圣经所应允的事情，这是圣经所应许的。这件事情不能看作是拢总歹，是有上帝的意思在中间。不过他也详细说，他说这个人犹大，他是做派，所以他死，他拍倒。在中间有上帝好的意思，总是也有犹太自己派的作为和派的选择。人比他说，视频中间有这样说，原他所站在所在旁边没人站起，又说原别人得到他的这份。彼得站得很勇敢，说起这件事，说起就关系到犹太的这件事。他说这是上帝的应允，他说这也是人错误的选择。希望在人的错误的选择的里面，总是要有上帝好的意思，要成上帝的应允。所以他在这里大大提出说，我们需要补选啊。他说，我们要来补选，补选一个，来贴这个犹大的积分。然后他就宣告，是谁有这个资格？是谁有这个资格呢？因为原本的十二个门徒，咱拄则有看见，是耶稣上山通门祈祷了后所选出来，是上帝所精选的。那接下来呢？谁有这个资格？彼得他说，所以资格是这样。这个人呢，伊主要是伫主耶稣受上伫咱中间出入的时，是对伫洗礼约翰直到耶稣上天。换句话说，从耶稣出来开始传道，开始呼召门徒，开始有人跟随耶稣的时候，这个人就要开始是跟随耶稣，而且跟到什么时候？跟到耶稣复活，跟到耶稣升天，站在那里听到耶稣的吩咐，你不能离开耶路撒冷，就听好信心，要这样子的人。这个人是常常到我们地带，这个人是要做国外耶稣的见证。
你知道这个人是怎样的人？他听过耶稣，他跟随耶稣，他可能也是那个抵押收修的修，也是逃跑的。不过，当耶稣显现的时候，一等来，大家的门徒他们一起经历过耶稣的传道，经历过耶稣所传讲的信息，经历过耶稣被卖受死，他也经历过人的那个最深的软弱，门徒细算，也经历过又一遍给上帝安慰。这个人常与我们作伴，跟门徒因时常伫底。这两个经历过一项代志，就是当耶稣甲这门徒拢聚集的时阵，当耶稣咧选十二个人的时阵，这人并无受选着。可是这个人并没有因此就离开了，伊继续跟对耶稣。有没有使徒的名分，对这个人来讲好像不重要。彼得说，这个人是从头到尾都跟我们在地，做会经历上帝的稳定，上帝的心灵，上帝的医治，听过耶稣的教训，也经历过门徒的软弱，细算陪伴，都看在眼里，并且见证了耶稣的复活，耶稣的上天。他说出了，这个人对头到尾是军队主，是跟门徒做会，并且是活活见证耶稣复活的见证。谁有这样的资格？在这120人的中间，谁有这个资格？他就在这中间选出两个人，只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一共是巴撒巴，又称为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有巴撒巴，又称为约瑟，有一个马提亚，他们两个是谁？对他们的名来看，巴撒巴的意思就是撒巴的儿子，撒巴的原文的意思是安息，安息日的意思，是有荣耀的意思。犹士都是恭敬，在原文是恭敬的意思。约瑟是加倍的增多，好像这个人有很好的名声，他的名有这么多的名来称呼他。马提亚呢？马提亚在原文的意思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的稳定。这两个人的名字听起来都很好，可是我们完全没有看到任何的记载，这两个人到底做了什么事。最清楚知道是他们对头到尾跟对主，他们对头到尾有看见耶稣的脚趾传道死讲话上天。然后呢，咱看见不是这的120人开始来经看看谁做了较重要，谁做了较好，还是谁较受着尊尊，还是谁得到较好的名声，还是谁不怕犯过错。不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是众人就祈祷。耶稣吩咐了他用祈祷听好信心，在他们开始决定要选补选第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们有选过参选的资格，要经出肯定是这两个人。然后他们就祈祷，他们怎样祈祷呢？他们这样说，众人就祈祷说，主啊，你知众人的心，求你对这两人的中间指明你所要竞选的是几罪，让他通得到这个使徒的位分。这份已经是犹太所那蛋糕的，他为自己的所在去。他们祷告说，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这个很像耶稣说他随自己的意思挑选人来，但是一堂名祈祷说是照上帝的意思。这门徒也是同样跟耶稣说，因为他们的想法，因为用参选的资格，符合的人有这，总是他说，上帝你知，是你来竞选，是你来竞选是自罪，为能得到这个积分，是自罪能得到这个积分的，是主你所竞选的。不然这样，他说在这里是，这个人他愿意得到这个积分。在经文的中间跟我们说，这个积分是犹大他自己放弃的，他做派他放弃了，他不要了。换句话说，不然是上帝在竞选我们，相信也是我们要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承受这个积分，透过选举，透过受选，透过上帝的拣选。我也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第一，大家祈祷了后，知这是上帝的意思，这是上帝的拣选，并且也是人的回应，主啊，我愿意，请差遣我。最后大家就抽考两考抽签摇出了马提亚，于是众人就为他们摇签摇出了马提亚来。
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在早期这个摇钱并不是首例，对的犹太人这是他们素常用的方法。他们的方法不是用泥纸在中间来抽一支起来，是在一个容器的面顶，应该那要写写在那个石头面顶，那在这个容器的中间摇啊摇啊摇，摇到上落尾有一个跳出来，那个就是真多上帝的意思。虽然是人的方法，总是他从祈祷之后说求上帝借着这个人的方法中间选出上帝所要竞选的人，他就摇出马提亚来。有几项代志，咱要做伙伫这个过程中间来学习。今日虽望是咱要中一阶选，不过毋是对这个经文的中间来教咱要安怎选举，是有几项属灵的功课，咱要做伙来选来学习。第一类是备办信心的降临。耶稣要上天的时，甲门徒讲毋通离开耶路撒冷，就伫遐听候信心，等候圣灵。等候圣灵，这些门徒要做什么？咱看见是因祈祷，他们祷告。刚刚我们有说过，从耶稣的吩咐直到第二章信心的降临，在中间有十天的时间，有十天的时间，在十天的中间，因有剥酸门徒，因所用的方法是祈祷。耶稣也是安尼，伊要选十二个使徒的时，伊是上山祈祷，甲叫因来为中间挑选十二个人。这些门徒要重新剥选的时候，他们也祈祷，他们说主啊，你知众人的心，求你为这两个人的中间经历所意爱，是上帝你的精选，让人能得到这个位分。选举其实是一个很重大的事，现在我们也想这样子的方法真的就能够选出合神心意的人吗？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可是我觉得诗人讲了一个很棒的，诗人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重大到没法度理解，没有办法完全解释清楚的事情，我们胆战震惊在主的面前说，上帝我不敢走，我不敢用我自己的意思，是我要仰望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是选举，还是当我们要做重大，跟我们不了解的事的时候，我们需要祷告。或者是有一些我们祈祷之后，我们需要听候，在等候的过程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想法，我们会着急，也会好像要用一些自己的方法，让那个事情赶快达成。不过诗人对我们有提醒，在重大跟无法度了解的事，跟我们需要做决定的事，咱需要仰望上帝，在祈祷的中间，在听候的过程，咱需要用着祈祷来安静咱的心，用着祈祷来交托仰望上帝。这是头一项，咱做伙学习。当耶稣吩咐着听候的时，当门徒唔知迄时间有偌长、有偌短的时，应用着祈祷。在迄中间，佫有济济事需要做，应用着祈祷。咱也同款，咱踮伫这点，要济济上帝已经有予咱的应允。或者是咱摆了伫上帝面前有济济的祈祷，咱需要听候，用着祈祷来仰望交托予上帝。第二个是，为什么要剥选十二个使徒呢？剥选第十二个使徒，迄个意义是啥物？为什么要有满足这十二个使徒？咱有看见伫马太福音甲咱讲，耶稣伊叫这十二个门徒来，这是上帝的拣选，伊甲这十二个人是叫来拣选来，并且差因出去。找这一个十二个人出去，让他们官兵可以官贵出去团道。在福音书四卷的中间，有跟我们说这些人的人名，这是头一个耶稣的组织，是团道的头一个组织，头一个属奉的团队。不过这个团队在耶稣受掠的时就破坏了，人的组织是会有不完美的，会受到冲击跟迫害的。犹大卖主了，这个组织瓦解，耶稣被抓了，门徒就四散了。人的组织其实没有很完全，没有完美，不过上帝在中间。再选十二个门徒，那是一个重整的意义。对着耶稣，他所组织的第一个组织，第一个属奉的团队，在他受掠死了后，这个组织受破坏，受到冲击，
就显出了门徒的软弱。虽然跟了耶稣这么长的时间，但是人会软弱，人的组织也不是那么的完整。可是当耶稣显现的时候，再次把他们召集聚集过来的时候，十二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就是再一次的重整，再一次的凝聚，是各一本主祭弟兄的一面经，是借着这种上定性的意义，让门徒再一次聚在一起。竟然为因念口选出马提亚来，让因甲十一的使徒同列，好参想是讲这个组织不完整，怕派重视上帝，在伊信心的中间，伊甲因各一本主祭，再一次聚集，再一次重新重整调整。而且这是在圣灵要降临之前，是当信心要降临，找人出去，咱看见第二章以后，整个的教会受建立，门徒开始传福音，坐坐的心灵基督发生的情，这个组织需要被重整，这个组织里面的人需要重新被建立，这是丁心酸在的门徒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我们需要用心选，但是不是怎么选怎么选，而是我们清楚知道在我们的软弱的中间，好像想要细算，总是借着这个十二的一个上帝，让人各一本组织在面前。在我们的教会，在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来到我们的教会今年已经第八年，我经历了四次不同的组织，我过的是每两年就换了一个新的组织，每两年我就换了一个新的团队。先开始我没什么习惯，因为好不容易花了一年半两年的时间跟同工实习，组织分享沟通了解分享以上，好像是说可以啊，要再一脚步来做会来服侍，我们好像可以一起做梦了，可以一起往前来奔跑了，也觉得好像越来心可以聚集在一起了，哎，又换了一个组织方式，又换了一个团队。刚开始实在是很不习惯，也跟蔡牧师有很多次的讨论跟分享，内心有很多的挣扎，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团队又要换了。但是每一次过后，我就会发现上帝的旨意是好的，因为在中间看去，人是会软弱的，我们人是口话做会，这是很好，但是聚集是为了再一次的分散出去，组织起来让我们知道我们这群人是站在上帝里面，被聚集被组织起来去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神所托付的事工，神所差遣我们出去做的事，那是一个阶段性的，是任务性的。当这个阶段性任务性，我们被聚集，我们被培训，我们彼此的融合，彼此的交心，彼此的分享，彼此的同工以后，我们知道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然后神再一次差遣我们进入另外一个组织的模式的时候，那就是再一次的重整，也再一次的调整，调整我们侍奉的态度，也在当中发现我们的软弱在哪里，在这样的一个组织当中，那个 key 角的是什么，那个不是那么好，在寻找有咱咧敲锤一个搁较好的方法，会当来锻炼整个的教会来建立，来往前来抛造，会当真侪咱个讲真侪万民的祝福，它不再只是一个口号，是实在会当行。所以在每一次组织在更替、在改变的时候，再一次的选举的时候，再问说：哎，你想要去哪一个组？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一个换组，去到不同的跑道？那是上帝的恩典，好让各级本调整。重整整队再一次的出发，这群在耶稣死受了的时候，因死散了，因组织，他们需要有这样子的重整，不只是基督中间，因需要各一本组织重新调整他们的脚步，当这个组织重新受调整重整以后，当因领受信心的充满，当信心的稳定在因中间，因甲受车会当两两出去，会当去到上帝爱找客因的所在。他们经历过他们生命的破碎，他们经历过组织曾经的破坏，他们珍惜，他们知道。虽然看见初代教会经过的建立，不是出自人，是信心，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降临在人的身上。所以当组织在改变的时候，让我们看见那不是只是一个挑战而已，那是上帝再次调整我们，帮助我们找到那个对的位置，重新再出发。
亚瑟王你为蒙得基督，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他说，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在一次又一次的组织的改变和调整的过程中间，我们可以去经历上帝合一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将我们如此不一样的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经历，在过去在不同的部门，在不同的事工中间，我们受调出来，又加入一个新的组织团队属奉的partner 的时候，我们的经验是上帝的合一在我们的里面，不是人，是上帝的合一，是上帝的心在我们中间的保守，让我们当作合而为一。我们看见这两个受选的约瑟还是巴撒巴跟马提亚，这两个人除了在这里他们的名字被提起以外，再也没有看到他们的名字了，没再看到他们的名字。那他们是什么？耶稣甲众人讲：“恁若要军队我，就放下恁家己，逐天派你的是伫家来军队我。”我们看到这两个人，我们只看到一个很确实的是，因就是军队数。他们曾软弱，可是他们继续跟随主，没有因为软弱，没有因为失败，他们回头过来继续跟随主。在挑选十二门徒的时，无因两个人的名，可他们继续跟随主。马提亚虽然最后他被提起来了，他成为十二门徒里面的当中，但是跟巴撒巴跟这个约瑟一样，从此再也没有出现他们的名字。也没说他们做什么事情，不过让我们一个很深的印象跟知道是他们一直军队上帝，他们一直跟随主，他们的使命是继续为主做见证，这个使命不会因为他们的身份而或名分或是职分有所改变，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军队主的，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是被上帝所拣选的，跟我的职分无关，跟我的身份无关，最重要的是我是上帝所选的，我们是上帝的百姓，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不是我们，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耶稣说是我经选你，是我选择的你。当我们在选举或是在建立教会的时候，什么是核心？选举它不是核心，最重要的核心是福音，是福音。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福音路加，路加在他所做的路加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他这样说，他所写批的对象是提亚菲罗大人，他跟他说，我写这个批给你，是在说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叫传道人，他们现在看见，又传给我们的，我们就在这所听见的，详细去经历，去知道之后，叫到这里我写给你，传给你，让你同知你所学的，你所学之道是确实的，是确实的。当我们在说今天我们要选举，还是我们在敬拜上帝，我们祈祷，我们在组织的更替交换的过程的里面，其实上帝要我们学的一项事情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学之道是确实的，我们所学的，我们所知的耶稣基督是确信的，是实在的。我们整个核心是在于神，因为我们是上帝的选民。结论，耶稣说不是你们竞选我，是我竞选你，并且找你们去结好的果子，让你们的果子常常在地，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恩卑求什么，我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让你们彼此相听。耶稣说，我们都是他的选民，是他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可以去结果子，这是神的应许。并且他说，我们可以透过祷告，在等候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祷告，在我们寻求重大和不明白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参与在侍奉，参与在教会的一些更迭变动的当中，主要我们学会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合一，彼此相爱。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感谢你，是你拣选了我们，
主是你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有何等大的恩典跟福分，无论我们的光景如何，因为你先拣选了我们，我们是你的百姓，是你的选民，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如此的侍奉你，如此的瞻仰你，如此的赤裸裸的展现我们自己，如同那些门徒。组织会有变动，会有挑战，会有不完美，但是主你在里面，我们都是你的选民，你会使他重新再被调整，再次合一，使我们可以再次出发。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感谢你，求神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等候许多事的时候，让我们在参与教会建造的时候，主，我们要祷告来到你的面前，寻求神你的指示，恳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不断想起我们就是你的选民。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我们第一本唱台语，第二本我们唱华语。我们也要吃最上帝的选民，我们也要做位吃最上帝的萝卜，让上帝来使用。好我好我尊牛马谦卑顺服，祝福我父亲当日乱流，管我祈祷寻求上帝的道，好我做萝卜，好我做萝卜，今日好我做萝卜。我们唱华语，使我，使我做仆人，谦卑柔顺，主是我扶持，担当的人，愿我内心祷告，永远虔诚，我做仆人，是我做仆人，我是我做仆人。弟兄姐妹请坐。咱这是要来奉献，
请咱起立吟奉献的诗歌。咱即时要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的第三页，第一点是礼拜三，咱要举行临时的好会来改选中职，啊，才有真详细的记载甲说明。咱今日顶多要选八个，啊，即时要交24个，请大家伫咧交的时阵，顶多会当交八个，啊，唔通超过八个，啊，即时爱交到24个。我想按咱选举的当较顺利来进行。第二项是下晡1点到5点，伫咱一楼的所在有举行 AED 甲 CPR 认证的训练课程。啊，这个课程结束了啊，咱会当收到卫生署和许可的认证甲纪念品。啊，请咱兄弟姐妹会当踊跃来参加。第三项是。11月7日，咱个儿童主日学要有宜兰的亲子之旅啊，请咱家长会当尽量来报名参加。啊，第四项有今年圣诞晚会的报道甲记载，请咱过目。咱来看第六项啊，咱会当关心李嘉贞长老的告别式，伫12月7日再去拜纳伫。第二殡仪馆，啊，我想其他的事项，请咱家己过目。即时我要来介绍伫咱中间新的朋友，啊，我若徛念着你的大名，请你起来，互我熟悉吼。啊，当讲会甲教会简单的介绍，互你。第一个是陈马丁先生，陈马丁弟兄，毋知伫倒位，哦，伫后边遐，咱拍鼓甲欢迎。好。第二位是钟凯韵姐妹，啊，唔知伫倒位，好，咱欢迎你。第三位是赵以杰弟兄，哦，伊家小公是张莹莹阿姐，我是讲弟兄来阿姐。可能是亲戚，歹势嘿。过来是，应该是读作杜新荣，是不是？是嘞，那叫我们丢去。杜新荣调兵嘿，那欢迎你。好，按落尾咱们来介绍蔡博士的家族，请蔡博士的家族站起来，我熟悉。啊，因为我讲几句吼，我顶礼拜因为礼拜的时阵无介绍一个人叫做蔡茂昌牧师吼，啊，伫食饭的时阵我甲人讲蔡茂昌牧师跟蔡茂堂牧师差一个字，他的哥哥叫蔡茂堂，结果10个人有9个人不相信嘿，有一个人还问我说真的吗？他真的是蔡牧师的弟弟，但欢迎伊。好，我甲时间交我蔡博士，蔡博士要甲咱讲几句话。好，咱请坐。啊，最后，我想咱今仔日看到咱的细囝有真好的服侍，啊，咱的儿童组、儿少乐团，下了足好的吼。啊，我想咱是毋该拍破鼓咧。
啊，也希望咱哦，景春兄的家族，咱客气该欢迎，好不好？好，咱听者来，好，我想咱中间。咱老细囝伫青少年的阶段，啊，我想咱会当鼓励因来参加咱儿少的服事吼。我想看到因服侍真水，啊，咱互相鼓励。咱煞要来吟上个诗歌，吟诗煞，请李牧师来带咱教导。神圣诗390首，俄罗天父办好本愿，咱起立吟全首。上帝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